喂 ，hello， 大家好。咁啊，今个星期就开始第一条嘅生活片啦，叫做咁啊，暂时嚟讲就试食。咁啊，今次嘅主角就系噔噔啦噔，就呢、這个系啦，最近都几 hit 嘅就系麦当劳嘅呢个芝士奶盖啊。咁啊，但系就有好多只味啦。咁啊，其实我就上群组或者，哇，呢、這个睇下先。咁俾大家睇睇，其实有拉花系冇拉到，你可以自己拉咁样。好啦，咁我呢度就嗰杯嘢咁啊，睇到。咁因為比較少人係試咖啡味，多數都係話試咗個芒果咧就服到 PK 啦，係啦。咁個群組啲人都咁講話，咁啊呢杯嘢喺麥記嗰度賣緊25蚊，係啦，咁啊好貴啦，就係覺得。咁啊睇下佢有冇咁嘅質素先，因為喐唔到相機，咁撩係咪？我諗唔識，呢個係鄉下仔嘅關係，我唔係好識飲到，得咪要撩咧？唔知啦。咁我先飲一啖，正常要撩啊嘛。哇，苦到奶奶，等先。嗱，呢個係咖啡味啊，撩勻佢先，同埋係咪？唔知道。本來我想買草莓啊，見草莓嗰個樣幾靚，但係諗諗下，我見到有咖啡咧，我試下咖啡，因為所謂芝士奶蓋啊。咸咸地，有少少等先啦。但我试下饮啊。其实我唔嗱，其实我唔知道，因为佢嗰啲泡喺个面嗰度咧，我唔知啊。我唔知道我饮底嘅话会点，试一试先。唔得，即系如果你饮底嘅话咧，系冇甜味啊，系苦咖啡嚟。咁我自己犯贱啦，叫佢咖啡。咁但系如果你饮呢啲有泡嘅位置咧，系有啲即系个咖啡沟埋个奶咁样咯。好似阿 B 喺度咁样，其实你话系咪好服咧？我觉得就如果啲芝士几好饮啦，我觉得芝士 OK 嘅。咁但系你话成杯嘢，即系个噱头咯，我觉得系真系25蚊，其实就一好热啊，唔好意思，啱啱翻嚟，成个头都系汗，所以系攞埋一嚿，系啦。咁啊，25蚊，其实我嗱呢度就我就。好难讲值唔值啦，因为25蚊，其实我觉得你 Starbucks 嗰啲差唔多嘅。但我评价就我唔会饮第二次，即系25蚊试一次咧，你都未至于觉得系好抌春啊。但系其实我觉得真系冇咁嘅需要。我自己本身比较中意饮咖啡，因为年纪大嘅人咧系中意饮苦嘢，有少少唔知点解呢样嘢解释。我细个都好憎饮咖啡，但系大个之后唔知点解中意饮。唔合格，系啦，我最少我试呢只味唔得，即系25蚊嚟讲，你不如落去楼下，因为呢杯嘢咧要喺麦咖啡嗰度买嘅，系啦，即系你千祈冇好似我咁傻仔排咗成10分钟队之后咧，然后个收银员话：，哎，你买呢杯啊，先生，你要上楼上买嘅，即系要去麦咖啡嗰度买嘅。咁我去嗰间麦当劳有2层啦，咁啊25蚊，其实你落去楼下买翻餐好过啦。讲真，即系买个脆辣鸡腿包餐或者麦乐鸡餐，即真係唔得，係信我真係唔得。係啦，咁啊 ，fail 今日個星期嘅試食，咁啊試埋呢個啦。其實呢個就哎呀，係啦，諗啊，因為臨時臨急就我喺 7-Eleven 嗰度，我發覺原來 7-Eleven 係冇呢個布丁賣。因為其實大家仲記得我上年去日本嗰陣時咧，即係食我日日都一定要食布丁嘅，但係我發覺香港咧，即係你只能夠去惠康嗰啲買一啲布丁，然後翻嚟自己雪。咁我平時冇留意咧，其實可能我樓下兩間 7-Eleven 都冇啦布丁。咁啊乳酪其實 OK 嘅，奶酪睇下唔係。哇！佢呢個相呢、這個相機我遲啲講，呢個相機係舊啲，而家用緊呢部係 G7X 嗰部舊相機，因為我新嗰部相機M6 定 M5 啊，好似係報銷咗啦，係啦。個原因好，我唔想提起，好傷心。所以而家呢部相機係差啲嘅，係。遲啲又考慮換換啦，因為而家你知道我咩環境㗎啦，都換唔到㗎啦應該。咁啊，所以就係、是、啊，冇講翻呢個。佢 focus 呢部相機最大問題就是個對焦係廢到一個點。咁啊、這個，呢個咁佢係奶酪啦，咁係十字牌出嘅，其實都幾貴啊，10蚊一個啊。咁啊，但係試一試佢，佢個樣有少似布丁，我試一試先。咁佢就送咗一斤啦 ，OK 啦，呢、這個正常啫，其實。好。
哇，嗰杯奶蓋真係嗰啲芝士係 OK， 個奶蓋啲芝士係 OK， 但係我飲嗰陣味真係咖啡咧唔得，我唔知道其他味得唔得，係啦，有機會你哋留言話俾我聽其他味。咁我據我所知咧，芒果味我群組啲人話好乸難飲，係啦，我唔知啦。好啦，咁啊呢個 focus 唔到，咁啊一個奶酪，喂，做咩別？等陣先啊！嚇死我手！我手揸一放低嘅時候咧，阿 B 喺度。你自己攞嚟賤啊！你自己行過嚟俾人抱，又要喺度嗌，你話咪自己攞嚟賤？好啦，試下先啊！冇乜特別，即係 OK 奶酪味，即係我依個係原味奶酪咁啊好。其實我由細到大，因為我以前喺廣州咧，成日喺廣州嗰啲，我媽帶我翻廣州放假咁樣咧。以前大陸好興酸奶嘅，別咁啊！以前大陸嗰啲酸奶好平嘅啫，就個零銀錢有一樽噶啦。咁啊，而家貴到嘔啦！而家酸奶咁啊，以前你唔驚啊嘛，以前大陸冇咁多煉金術噶嘛。咁啊，而家我都未必敢翻大陸飲啊。如果你問我啊，嗯，咁 OK。好啊 ，sorry， 咁由于今个星期咧，我比较忙啦，咁啊准备时间不足啦，咁所以暂时试住呢两样嘢先啦，咁啊所以就其实因为我自己对食就唔系话好有研究啊，如果大家有啲咩想我食嘅零食咧，咁可以下低留言话俾我听啦，咁我提醒大家，由于 YouTube 我呢度系贴唔到 link 嘅，一贴 link 佢自己个系统会 ban 嘅，咁所以你想我试，我哋打嗰个零食个名出嚟啦，咁我 Google 就知咩啦。咁就係咁，咁我哋下個星期二就再見，拜拜。